看看牌面归谁所有。我擦，什么东西？四条圈。欢迎来到龙凤德州。来看这一手牌 ，Ryan 装备啊 ，A6 杂色推出了欧印。他在抢最后的一条鱿鱼啊，他和 Sashimi。那么这一手牌 ，Steve 这儿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这鱿鱼游戏一条鱼就价值1000呢、啊，那这手牌 ，Ryan 这个 all in 推的可能还是值的，因为桌子上差不多应该已经有，将近十条鱿鱼了。好 ，Steve 盖牌了。他们的话很诧异，这 A8 你怎么能盖得掉呢？A8 有什么盖不掉的呢？最终可怜的 Sashimi 要支付给 Tom the One 4000，给 Peter 2000，给剩下几个人1000。继续来看牌 ，Tom the One 圈九黑桃 cut off 位加注到了4000，番前加注非常的大 ，Peter K 九方片还有 Ryan 的一手黑桃同色全部跟下来。这翻牌面就很绝啊！直接给到 Ryan 一个花顺双抽，但是他的花色可是被 Tom Duan 给压制了。Tom 翻后下注底是12000，哎呦，毒王直接打了10000啊！底是22000 ，Ryan 后手46000，他在清点家产，跟注还是加注啊？欧印 ，Ryan 打得比较激进，他们的万需要跟住36000来看这个68000的池。我不认为他们会盖牌，他们的万在 Hustle 打牌啊，向来都是比较激进的。他们的判断很准 ，Ryan 如果不是一手听牌啊，不会打得这么急啊。发两次，啊，25%的胜算 ，Ryan 需要一张3或者是一张8，还不能是黑桃的，完了，黑桃3发出来了，有没有黑桃5 ？Ryan 还是有 outs 的。第二次。啊！最终100000的坡被他们的万收了下来 ，Ryan 再次输光。接着往下看，他们的万79黑桃加注3000入池，又是 Peter 在他身后啊 ，K 勾跟了下来。Peter 一直在寻找机会啊，去狙击他们的万。这手牌这是个四人池啊，难得的 Steve 一手 A5 杂色都跟了进来。翻牌，给到 Ryan 一个同花面，而 Peter 拿到 K 勾两对，这回是 Tom the One 没牌啊。毒王翻后直接过牌，底池12000 ，Peter 打了5000，不能让你们太便宜看到转牌了。Ryan snap call，quick call from Ryan， 一张大 Ace，Ryan 变成了花顺双抽。Peter 在思考对手用什么牌跟注，转牌还在过牌。Peter 判断自己应该是领先的，但是 Peter 转牌没有再打，最终河牌草花掉了出来。底池22000 ，Ryan 这一枪不能太轻。16000，16000，会不会是一手破产拼牌呢？还是在利用这个草花面呢，又或者恰好转牌中 Ace 都有可能啊。Peter 最终跟了，他希望对手不是草花，是什么都行啊。54000的破。再来看这一手牌。Brandy 今晚上一晚上好像都在隐形啊，每一手牌都没有他，
那么这手牌呢，在大盲位啊，他是推出了自己的35000。这对勾应该是能获得响应的，因为 Ryan 拿到了 A 圈，他要确定 Brandy 是不是在抢鱿鱼。不是抢鱿鱼，那牌可能就比较好了。但 Ryan 表示，我这牌我也佛不掉啊。你的牌不够好。Aces， 两次发牌 ，No outs，No outs 可还行。哦，这 outs 是有的，发不出来呀。King 8。A 圈真就一张都看不到呗，口袋勾拿到一个 double。再来看这手牌啊 ，Bernie K 圈加注到了1400，在 Shimmy 庄位八勾杂色做了300，这番前底池可不小啊。看看牌面归谁所有。我擦，什么东西？4条圈？哇，那这个牌面谁中牌谁倒霉啊 ！Steve 还有 Sashimi 会不会看到一张勾呢 ？Steve 打了400 ，Sashimi 直接做了个5000的反加。好了，这手牌 Brandy 翻牌面能不能忍住别推？他要是判断 Sashimi 是一对啊，就麻烦了。5000的反加，3张圈的牌面 ，Steve 肯定会担心对手拿到一个对子啊，十勾直接盖掉没问题。好 ，Brandy 反手跟了下来，转牌。哎呀 ，Sashimi 啊 ，Sashimi， 翻牌面那个动作把大鱼给吓跑了，本来 Brandy 可以拿足价值的，底池30000 ，Brandy 打了。甭管打多少 ，Sashimi 是真跟不动啊！炸弹在手，天下我有，只可惜价值拿的不算太多。好，再来看这一手牌，翻前的加注呢？大盲位的 Peter 48杂色看到了翻牌啊 ，A25， 一个中牌的都没有啊！萨什米的圈嗨现在是领先的，没人中牌，没人打，翻前不打，翻后也不打，好好好。转牌张三，哦呦 ，Peter 凭借着单张四啊，做成了顺子。I say one liner and four liner interchangeably. Peter 忍不住了，先打一枪1600的坡，打了3000，想在这收池是吧？好像还真没人拦得动啊！他们都按一手九嗨，他们都按知道自己跟不动啊，直接加注，完了。他们都按这是想给写书的人讲课呀，啊，这课本都是我写的，随便你编好吧。Peter 稍微磨叽磨叽。直接一个跟注啊，他希望他们的万合牌能再来上一枪才好呢。这牌面你都跟得动啊？合牌1张2，他们的万肯定会想 ，Peter 老板拿到顶对，我应该也干不掉他，算了，放弃了。而出公对 ，Peter 也很稳啊，并没有做价值下注啊，直接敲了桌子。好的，朋友们，来看这一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Sashimi 推出的 All In， 被 Ryan 接了下来。Sashimi 说：“哎，我垃圾啊，垃圾牌，什么都没有，你赢了。”有八有勾，没了没了没了。红桃，红桃没出，3条8拿到。Ryan 真的是一跑马就死啊。
Oh, you turned a flush draw too. 红桃只有一张。哦，两张，完了，要出事儿。啊，还好 ，Ryan 在 turn 上拿到顶对啊，没有被30米的一对四给干掉。好，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接着看吧，下期见了。